首先把切好的锯片分别夹在两铜基之间。按的锯片调节拉力，然后点焊接开关，外地那个门路那个。焊接完成。把拉力调回零，然后把焊口重新加放回两铜基之间。首先加好一小段的锯片，一起加在铜基里面，然后点退火。退火的时候要快，然后看到它有点冒烟，按红即可。